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护国神山珊珊老师。行情给我准备的人，标股给我卡位的人，200真的看到了，我们把它给请出来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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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今天真的看到200元了，收199，哇，8.2万张，感谢所有市场的大脚一同共襄盛举，感谢所有的投资朋友投靠到珊珊家族，每个人都有红海。因为呢，今天不管是头条的 news， 或者是大家去 Google 所有的 news， 都会看到这几则。但是呢，我曾经讲过，当你看到这些 news 的时候，你看到我看到，你有没有拥有它？鸿海盖最大的 AI 伺服器厂，这些是今天大家又看到的。但是呢，这边有一些重点，鸿海 AI 的伺服器的业务动态分了三大块，那这些我都帮各位研究好了。不管是它的未来的商机，还有今年会出辉达的 GB200， 还有海外扩展的脚步，这些所有我都帮各位研究好。但是不管如何，看到这则 news 的当下，你有没有在160、170、180、190去拥有鸿海？当然，今天看到大盘的走势呢，很多人会有两样情。但是总是呢，不能缺少我们台股的 F1、F2、F3、F4 啊。不管是你要台积电，或者是你要 AI 伺服器相关概念股，鸿海、广达都好，还有包括我们 IC 设计的老大哥联发科都好。那今天呢，这个大盘能够创造这样的一个荣景，当然啦、啊，这所有的都涵盖在里面。同样一个 news， 但是每个人的解读跟每个人拥有的股票是不一样的。但是重点是，当你看到今天这个大盘的走势，每个人心情绝对也不一样。因为今天我们的大盘中场真的涨得比较少，剩下47点。但是从47点当中，不免大家有很多的问号。光20大排行榜F4 全面上涨，造就了总共加总20大排行榜总共涨了107点。但是107点的过程当中，当然大家有看到，这其实很多是绿绿的，但是 F4 全面是红色的。在看到这里呢，不免大家心情真的又不一样。上市上涨的加速非常的少，只有200多家。那换句话说，其他股票都在下跌，下跌了700多家，而 OTC 不免俗的也是向下沉沦。但是为什么珊珊家族会这么开心呢？因为这里跟我们有关系。但是今天整个大盘呢，出现了倒 T 字红，虽然还是红色的，但是英文字的 T 倒过来。那换句话说，这个虚虚是在楼上的。今天整体来看呢，在早盘的攻坚过程当中，是有攻到一个叫做22885。22885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当时我跟各位说的，上面有一个空方缺口，今天终于突破万难把它给闭了。但是闭了之后呢，开始卖压宣泄，所以今天的 K 线是这样哦，上面虚虚非常的长。那么在这个当下呢，不免要看到今天哦，这个低点呢叫做22637啊，22637就是今天的开盘价，所以今天是一个标准的倒 T 字红。收盘价呢叫做22659，所以今天这个 K 线是红色的。每个人看到 K 线是这样，每个人看到点数这样，每个人都看到鸿海，每个人看到台积电，每个人看到联发科，每个人看到广达，你今天赚到大钱了没？在这个当下呢，今天有一件事情要跟所有人再度的分享。如果10月份你还没有标的，或是认同我的解盘选股，那么今天这份资料
索取最后一天啊，最后一天一百份，最后一天。曾经各位都有跟我赚过成名店，很多的标股，很多的人都有跟在后面。当然跟着我呢，我的会员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。不管你有什么想法，这边的股票你可以好好的参考。这个呢，爆冲再爆冲，这个呢，赶快利用机会赶快进去。不管你站在左边站在右边，这些股票你要赶快知道，都是大脚它必备的标的物。当然这些股票呢，要符合一个低基期大脚持货营收爆冲。所以呢，今天限量最后一百份，你就赶快来索取，索取完我就不会再增加了。因为要多少数量多少数量，因为每个股票它有一定的筹码，当你筹码都爆了就没什么用，你全世界都知道同一档，全世界都知道台积电啊，但是不见得每个买台积电，对不对？但是台积电量一定够你买。 OK， 好，我这样讲各位应该是很熟悉了。再想想现在十月份，明天呢是双十节了，八月份你在做什么我不知道哦。但是这些股票呢，曾经都有邀请各位来卡位，但是大家都不经意的看到它这样子飙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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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直持续到九月份，一样在邀请各位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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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卡位，你一样是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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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溜走。所以十月份要 lose 掉那就没了啊。那切记不要帮任何一档股票去抬轿，也不要去追高。那这些股票呢，大家去想一下啊，那有兴趣的100份赶快来 call me。 我想很简单的道理啊，不管今天的行情如何，但是你手上的股票有没有涨才是重点。这个时候呢，我拿一档股票给大家来分享。这档股票呢看起来喷到外太空。我先请今天有去追高90块以上的赶快来自首，赶快来自首。我讲过不要帮我的股票抬轿，也不要帮市场大户已经买上去的股票去抬轿，因为他们成本那么低。那我已经跟你说我看到筹码的变化，所以我敢在底部开始买起来。但是当我跟你们介绍的时候，很多人说没关系，我自己做可以哦。那可以的话呢，你去追到高点，那不能怪我哦，因为我没叫你买这种点。谁追到90的，追到91的，赶快来自首。我要告诉你，他到底还有没有资格可以喷？因为今天喷到外太空了。有没有看到这几个字？我们已经出了一半持股，获利落袋。今天91收盘收82.6，这不是我杀的哦，这不是我杀的，这也不是我杀的。那我有叫你们来买，你们不要买嘛，哦，要去追啊。好，那这些我稍后再解释。但是现在呢，我们先来看这档股票，一样每个人都知道情况之下，你到底有没有拥有它？今天见到200块，会不会比200高呢？好，这时候210.258万张，尾盘最后一手价5343张。尾盘卖压都出来，这股票还这样翘上去，真的好厉害哟，哦！昨天194，昨天194，你在想什么？我说什么？来，我先让你看昨天我说的话。昨天是几月几号啊？10月8号。就这个 K 线，我直接给你注记。昨天的鸿海量缩整理，没货快补，够了吧？啊，结果你不要它吗？200，我说过做鸿海去问谁都没有用，一定是告诉你一跌赶快溜了，已经告诉你一跌赶快放空了，所以你永远没办法赚到鸿海的钱。不止鸿海一档，所有股票都这样。然后当涨上去的时候就赶快去追，然后恭贺涨停，没有用。就如同这张股票，我前天买的，很多人说会涨吗？就昨天涨停啊，今天呢，哇，卯足劲来去追90、91，我还是要拆给各位看一下，昨天在做什么。我已经解释过这档股票了，我说你排到天长地久天荒地老是排什么意思？
纵使你打开买到了，那也不太好吧？就打开你还买得到，那做什么嘞？那买到了哈，今天冲一波，那你再要调节，可是很多人没有买到，然后今天去追，啊，刚好，真奇怪嘞。那为什么这一天呢、啊？低调少货，没人要理我，连我会员说：“老师，你买这种股票会涨吗？”哎，看起来丑丑的。啊，对啦，十月七号很丑。哦，连新会员都说：“哎呦，啊，怎么我参加买这个股票？”啊，当天就这样子啊，我当天买一套套几毛钱、欸、因为收最低啊。我会员问我买这种安全吗？哦，我那量很大呢。我回答：“我用形态组合买的。如果我有错，我会设防守点，你放心好了。”那结果，天空也很疼我、欸、那昨天根本没低点呢、欸，嘣！哦，等一下，我拿第二张，看到外太空啊。所以看筹码，我看形态学。本间 K 线在乎形态学，不在乎红 K 黑 K， 但是形态学很重要。万般吃货未喷出嘛。啊，昨天有会员好惊艳，我也把这个跟你们分享。啊，但是今天更惊艳了，哇哇，大家都掌声鼓励，直接早上喷到这里91块耶！好啦，收割一半啦。哇啊，今天这个量真的是，我可以解释叫爆大量啊。那另外一半呢？注意喽，礼拜五我要再买回还是卖出啊？买在这里喷了这一根啊，今天又涨到这边啊，这样子。那你看啊，从这边到这边14.9啊，这个九毛不用算哈，就算14块。你看买这么丑还可以涨停啊，再喷，我真的很怕各位哈，这种没有去买到，一直骂他，结果呢，昨天这样没有买到，脸都绿了。今天卯足力量追哦，哇啊，刚刚好，不要帮任何一档股票抬轿，也不要因为任何一档股票抖动的时候，你去把它唾弃它骂它。就如同这档股票，还有如同这个鸿海，哦，没涨的通通都在骂他，哦，没涨的鸿海通通在骂他，去卖在这里的，空在这里的，实在是头脑空空，口袋空空，两手空空，因为今天鸿海活生生的，就是金剑200元，所以近期不管你用什么心态。你的老师叫你去卖到最低点，或者叫你去空鸿海，或者叫你去卖新通，或是追高的，好，重新给你一次机会。今天限量100份，低基期大脚吃货，营收爆冲，符合三要件，我才会纳入这里面。有兴趣的，最后100份，赶快call me，就广告马上进来。轮源投顾和分析师精研本间 K 线88种形态，透析阴阳 K 线的奥秘，为投资朋友掌握多空趋势转折，创造人生财富。咨询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人生如股市，变化莫测，时高时低。股市如人生，乐极生悲，否极泰来。唯有客观分析，精准研判，才能成为市场最大赢家。让何老师带您掌握市场趋势，创造人生财富。轮源致富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《股动乾坤》。每个人哦，每天的时间都一样，但是做的事都不一样。有人觉得过很快，有人觉得过很慢。那一样4个半钟头的开盘，一样你看涨跟跌，每个命运也不一样，股票也不一样，赚钱赔钱也通通不一样。那所以呢，一个股市就永远是两样情。我希望你能够再到很 happy 的那一部分。今天大盘上涨，你有没有很 happy？ 因为啊。你买在这个部分，上市的股票选到下跌的，还选到暴跌的 ；OTC 的股票还选到暴跌的啊，没办法。啊，明明今天这个
二十大排行榜涨了107点 ，F 四每一只都在涨，你为什么一只都没有？啊，怪大盘开高走低，怪大盘只涨47点，怪大盘收倒梯，倒梯不行吗？可以啊，啊拉起来有人要调节啊，啊不然呢？不然傻傻的吗？永远最高吗？啊，你股票买到最后不是要换钞票？对啊。那我就会换啊，啊你不会换啊，我有什么办法？讲到昨天了，我已经跟你讲下主线，昨天跌91点，盘中比较壮观一点啊，这个我前一天都讲过了。下主线，什么叫下主线？一个暴跌过程或下跌过程当中，它跌破关键价下来那一刹那，它遇到阻碍跌不下去，马上反手拉，这叫下主线。我解释过，所以昨天这个脚很长。那昨天凶手在这，一大堆，只有台积电除外。我跟大家昭告，台风前的一个礼拜，我呢卖的大卖股票，高调清仓。上礼拜到现在，全力低调扫货。对哦，昨天下主线型，我跟各位讲过，下主线型，关键价22691，问题来了。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越过啊，收差一点点啊，有没有关系？我说今天不论开高开低，必须站上关键价。你看大盘听到了，不论开高开低，必须站上关键价。今天还喷到22885，啊，收盘少了一点点，有没有关系？有一个部分是还好是收红 K， 但是我昨天讲过，一定要站上关键价，不然时间拉长。那明天刚好放假。那到底要怎么解读？昨天这根线啊，今天哦，我要比对一下。哎、欸，红色的嘞！哦，昨天下面的脚比较长，是黑的。那今天上面的脚比较长，哦，是红的。但是今天这个量呢？哎、欸，有哦，哦，我有出来哦。但是今天有个好处呢，你看这个记号，我把它换第二张。哎、欸，这个洞补了嘞。哦，所以今天有企图心，所以今天这个大盘真的大家要感谢 F 四，不要天天台积电动 F 四动就说哎呀拉权重啊，没有权重台股怎么涨？哦对哦，哦对啊，权重你买没？中继倒梯今天这形态，礼拜五给各位关键价22885，很重要哦。下嘘嘘，上有嘘嘘，到底嘘嘘哪一边会赢？是往上面冲嘘嘘，还是下面断嘘嘘？今天 F 四全面领功，上补空方缺口，随后注意了，慢压涌现，中场哇，226点呢，哦，所以啊，有没有发现一个上攻过程当中去追的，刚好黏在里面啊，乱买的刚好黏在里面，一大早听到头版的都去追的，全部挂掉。像我买关键价，等它爆喷，那。上攻过程当中抛一点出去换钱，所以很多人跟我不一样，所以要佩服我。注意了，周五开高虚过今天的高点，否则易反杀。周五如果开低的话，虚守昨天的低点。注意哦，这个不要看错边哦，虚守昨天的低点，否则易追杀啊。最好是越过上虚虚的啊，啊，那你开高没有越过上虚就反杀。那你若跌破这个隔一天的这种的下来蹦下来，它刚好没了，脚断掉就没了。你下足线遇到阻碍都跌不下去，你还隔几天把它跌掉啊，刚好没了啊，所以要注意哦。所以礼拜五到底往上往下 ，QR code 赶快扫下去。我盘中告诉大家 ，Telegram 要加入 ，OK 好，盘就这样子。那这时候呢，看这个、哦，这个很多人说，哎呦不行啦、啊，阿多仔在卖啦。啊，为什么涨10块？筹码很重要嘛，你管谁买谁卖，那筹码就很重要嘛。台积电一定不是你一个人买的嘛，对哈？大家讲半天研究不出来，我告诉你答案最准确。我怎么讲？黑色的，我告诉你，价涨 K 黑，上图下破论强弱。我不是告诉你说啊，黑的就弱嘞。形态学呢？要形态学嘞，结果，嘣，呵呵，结果呢，嘣，
二红，对不对？我昨天特别讲用什么方式过1025，结果今天怎么样？嘣上去了1035，啊，问题又来了，价涨 K 黑，但是呢，这里有个多方缺口，所以呢，礼拜五赶快化解收红，或是站上1035都 OK。还有一个蛋叔，多方缺口不要避了，一切 OK。所以你有台积电会有现金来问我，到底是还可以追还是要卖掉 ？OK， 好。讲到这个重型股，这种啊，鸿海自己做就好了，暗示做到哪一国去的、啊？你可能卖到160，卖到170都卖光了，还反手卷空。啊，听到人家讲说，哎呀，昨天鸿海攻不过哦，那天来到199，然后攻不过哈，199，然后次日就这样啊，铁定200不会过，全卖了。啊，今天呢刚好我们是红色，你脸是绿色的，刚刚好，刚刚好。这过程我讲了 N 百次，今天就不再讲了，只是问各位了，167.5你在做什么啦？你在做什么？每天在骂鸿海，低档爆量眼睛睁大，低档爆量眼睛睁大，高档爆量请你赶快先溜。啊，详细内容问一下我，有没有屡试正确？两只脚成立，这边我还告诉你，不要看黑黑的嘞。我说这里有一个多方缺口，我解得多清楚。每次看到黑的，你就要卖它；每次看到黑的，就要骂它。啊，每次黑的台股要崩盘，嘣上去了。啊，再来，嘣199，我还跟你讲，不要看凹凹的呢，近在眼前。啊，昨天虽然回马枪没有，我告诉你没货快补。你看，这种老师分析才对嘛。每次看到黑的之后，还红海不行。嘣，200，哇，来拉近了、哦，红色的嘞，200啊，拉下来，今天的量都比前两天多啊，所以你们被洗掉了哈，被洗掉了。今天这叫中继十字星，数学167.5到200，刚好32.5，第二只脚。做红海找谁都没有用，所以很多人在市场上称我叫做红家军，还有红海专门店，还有总代理，谢谢。啊，不管什么啦，你要真的跟买卖要做了，不然讲那么多没有用。来，这时候来看这个了哈，看这个，拳头很硬是谁？今天大家有看到那个图吧，对不对？大脚低货低料吃货啊，告诉你要少，你就不要理我嘛，对哈？啊，今天发生什么事啊？我给你们看一下。哎呦，哎呦，乱追的人。省一只鸡的人失去一头牛的利润，拳头很硬，你还在猜，还在等，我又赚了一趟，我今天卖一半啊，你再猜再等，我卖一半了，啊，所以你看，你再猜再等，我已经赚又赚一轮了啊！注意了，周五这档股票我要买还是要卖？赶快来预约啊！我现在先跟你讲，有人猜到了，但是这种量这样转刚好十字，到底往上转往下转？我现在胜券在握，已经卖了一半。但是你不要再猜，不要再等。你看，你浪费时间价值、价格价值，我已经又赚又滚了一轮了，所以不要再等，赶快来预约。OK， 这个时候呢，看到这张股票来了，这个哈，我钱早就放口袋。有人今天水深火热、啊，到底反弹还回升？我145这边卖光了，跌了7天，见一根红的，上面上影线那么长啊，到底是回升还反弹？有这档疑难杂症来问我，因为我最有资格讲，我从这边买这边卖光了啊，你还在粘在楼上。啊，来问一下哈，啊，今天没有时间讲别的股票，但是啊，这张股票来，有信心的人啊，赶快来问一下，这鸿海为什么要培植它？啊，为什么要培植它？然后呢，这张股票啊，500之后啊，今天没有500会怎么样？哈，直接告诉你，问题在这里，问题在这，没货快补，大脚都在这里没出来，大脚都没出来，你是出去哪里啊？这时候注意筹码很重要，今天。这份资料索取最后100份，有缘分的100份就来拿啊，送完就不给各位了哦，因为这个太多也不好了哦，赶快 call me 拿到这一份好不好？祝大家做股票天天一直赚。
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，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